是要拿树叶假装娃娃，结果他已经先找到绣球了，我说太烂了。爸爸，不要死啊！不要死啊！不要死啊！好，待会见。
哎，你帮我拿两个。你干嘛？你干嘛丢给我啊？拿着了。拿着了。哎，我给他喽，我先给他走，他我再丢进去的。耶耶。所以我让出去。我是用计谋弄他的。啊，计谋。可是你是被秀清姐杀掉的。对啊。觉得有点。对不起自己的罪名。严法，第一次玩这游戏啊？秀清姐是第一次啊。这种地方一定有。有吗？这个不是吗？这应该不是吧？它看起来像花吗？好吧，这是工具。花？没有，这里没有。我现在变成一朵花喽！你躲起来。他这个人很敏，他会听那个脚步声，因为他很长，我们第一次玩嘛，所以他会听那个跑步脚步声，我们就假装一般人走路这样。不能见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吓自己队友。啊！啊！为什么？给我死了！他被秀清检查了。我有办法。这个，快点拿去啊！这女红人想怎样？给那个，给另外一个。这个是很逊哎。对啊。我有办法。那你不救？这里开不可能，那边草丛我找找看。啊！你要打开来看，打开来看。带球架卡，变身成为孕妇肚子，肚里的球可攻击使用。没有娃娃呢。去找林博士。对，找黄色的人。我竟然没注意他，我真是太不小心了。还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
看不出来。班长，你要小心，不要撞到头哦。真的耶？对，很危险，对，很危险。还是找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更好，更好。你保护色不错哎。对对对，赶快走。我去他这边，我去他顶来，然后你绣球投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好好好好。可以给别人的，要不？身为一个硬派，没有在抢救的，要跟他正面对。不要躲，不要躲！身为一个硬派，没有在跟你抢救的。不用躲，不用躲，来来来，打一。认出你了，赶快起来。来，谁放你？赶快出来啊！你在那里。来妹，不用怕，那没有那么好丢啦。哎，秀琴姐，你走开，走开。我知道。秀琴。变壮。他没那么强，你怕什么了？而且你比他高。反正我们来个男子汉对决。你站那边，我站那边，我一人投一个。要不要？公平的，录影机的，怎样？你在那边，我不会弄。哎，我就后面跟他死了。后面，我还不信。你死了吗？他死了。开始，赢的先丢。剪刀。不要在那里，太危险了吧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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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气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没有，我死了，我这个球给你。来，快点。不要，你一定丢不到，丢不到。死了！不好意思哦，说到做到。你果然是好，我佩服他，他果然是春风。赞！我也死了。男子汉。对啊，不用快，因为是不是距离太近？好吧。不可以。
剩你一个人了。剩我一个人。剩你一个人了。我就是啊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！哎，迪迪，你去城那边，你去城那个洞。看到剑士，剑士。恭喜我们黄队获胜！